千啦、啊。哦，盖在卖，你又不买。你没听到啊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盖？送一个乌鱼子。听谁讲的？客户啊。客户啊、哦，那你叫他卖你啊。耶耶耶耶！五 G 都耶，上五 G。钱拢了喂，煞唔知个阿五做搞做生意。搞到你神经啦！对啊，他的白带都只有中段而已、啊。放心，他的白带都只有中段而已。贵几千块啦？一千二啦！来了。你打一只不七八？你三只啥？一千二。怪想怪啊！这点怪想怪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别个回过来呀！我小时候回机无啊，回机无啊！我三点外钟的无人来，不来。想要吃牛肉炉扇贝蒜叶啊，别麻烦。怪想你阿哥，我嘛唔知你怪想。猪肋排，你要不要吃那个猪肋排？猪肋排你还有？他们说早上某某地爆料呢，小鸡棍弄过来的，一顿皮的。一顿虾皮下来，一包可能会贵三两百，卖百块下来，一百块了啦，百块。一顿虾皮有人爱不？一百块，一百块钱，一百块银，好像，好像啦。搞了，我们吃三杯中卷的啊。很多东西都有，不需要急着买哈。这只贵
过伊上来。乖一点哈，以后开完刀不要乱跑。最近好啦，捷安克啦。几百外块啦，要买啊？卖我开两千啊！我招捷安克，几百拢去哦，千七、千五钱，千三块了，几百千三了。几尾拢是清炸了，清炸了，清炸牌啊！清二啦，清二条，一千二，真正贵，一千块无人卖啊！你是头碰到的啊？走，一边碰啊！等你起来放狗啊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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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想看卖买哪买，剩一尾上困难啦，三百，剩一尾怎会？怎会？三百了？搞怪，不会三百袂用诶，三百加飞机啦！再一次吧，你给我打断叫妈了。
他都叫你买。哎，那本来这开玩笑的。你买了，我拿我花不。我现在无啊，不晓得要。我买了，买了，去买了。那保安呢？个人叫。哦啦。无好哟，还是要叫丈母啊？猪肉排啊！你的意思叫甲恁查某囝拍起来？对，也不是煮的。我来讲啊，今天吃的。
那个是泰国还是加拿大？金豆加细的呀，来点嘛。好了，再点哦，不想牛排五百，一叠来两叠，这我五百多一叠卖两百六个。我男女儿女同学，我才生一个而已啊。五叠来了，六叠你啦，七叠你啦。还要再生的话，就可以就是外包出去啊。所以怕恁早听都啊。对，要吃牛排的，牛排够人来不？五百够人来不？哇哈，怪笑你够啦。啊！无饲的啦，你看我讲无饲一条的，完全无饲一只饲，只会过一桩生意。老乡都见着了。靠！我一地讲话的。到了。地啦，地啦。啊，你讲这块地啦。要结婚啦！今摆五百二十个，五百了啦。要结婚啦！一千啊！今摆多一千啊，你爱无？七百了啦。对。老弟来了，老弟给我拿四条，现在不要，起码就是电话是七十块，十八了，你讲恁早今日在上班，我想着我想着，我连早起才去顺家餐厅。大猪的三只一千。县府嘛，县级单位对县级单位啊。你对下好公司不能包括了，四条来，六条来了。你不要救扶站的上头那个分商署分署的署长，我有手吗？哎，快点能包过来。对，大十对。这谁的？一、四、六，快点来，过来。中彰投分署的那个地址在那个工业台中工业区那边啊，那边我很常去啊。慧琳差不多就卖到这个时候，然后呢，每个礼拜三跟礼拜五在合，但是下个礼拜只有礼拜三。拜拜，他在吃玉米。
你去请。哦，十五走啦吼，十五走，十五走。十五走咩啊？十五走啦，啊，迄个十五百啦。搞错。哦，他们署长跟你一样姓林啊，不记得。而且只跟你差一个字哎。有香惠林这旁边就有一个停车场，广停山停车场，广大的广，停车的停，一二三的三。过来，我们再过来。哇，过来，过来。千二啦，一千啦，就刚刚我要讲，再弄买一千六。